众所周知 ，TFBOYS 中的成员易烊千玺是著名的弟控，无论到哪里，他都会给弟弟买礼物，手机里也存着弟弟的各种照片，对弟弟就是一个大写的宠。其实弟弟也是易烊千玺的忠实小迷弟，还曾偷偷拿哥哥的签名照送给老师。近日有媒体在采访中问到易烊千玺，你弟弟他会跟别人说我哥是大明星吗？易烊千玺回答，这倒没有，以前他会，以前偶尔我会带回去几张签名照，他就偷偷的拿两张送给老师，说这是我哥的签名照，搞得他在班里比我还受欢迎。千玺还爆料，楠楠在家中的地位是大爷，和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像，不禁的让人感慨啊，有个明星哥哥真好。小楠楠也太酥了，这么小就知道帮哥哥圈粉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